嗨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因为我们接到的任务是要来寻找江南的才子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唐伯虎这边一定是没有的，没有唐伯虎，但江南才子哈，就是我了。哎呦，江南才子，是的，哇，那你把这一边打造成一个江南的，为什么会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江南的？因为这个当初的想法是一个餐厅用餐很单调，那如果是置身在出行的那种感觉来用餐的氛围，让我们感受会更舒畅一点。俗语说得好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所以那边就跟天堂一样。天堂一样，这边也算是我们苏杭那边的菜，都有都有。少林寺的厨房，对不对？八大菜系，八大菜系，哎，里面的一种，哎，对，都有的都有，但是会把它综合串联起来。好，哎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一下这八大菜系。那你得先找我们一个大师傅去才有办法去找师傅，去找关主啦。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师傅，哎，师傅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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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师傅你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什么？我们现在来学剁鸡大赛，剁鸡大赛，哎，没有学，他说直接赛喽，直接比哦，你来做比赛，没错，我负责教你们，来，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们看，好，好，我要看好哦，首先要从鸡翅的地方先剁下，鸡翅先剁，哎，我也会。然后再我们取那个鸡腿的部分，鸡腿，这边画一刀，画里面画一刀，然后大概这个角度再画一刀，把鸡腿取下来，就开了，哦，这样就取下来了。哇塞，哎，等一下，它的完整呈现原本的样子，大家刚刚有看清楚吗？我有看，但怕忘记。我们不比快，好，比美，漂亮，不错，分组，好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可以啊。你做的话，我是觉得胜算应该很高。因为我曾经也被阿基斯誉为他未来的徒弟啊。哎，那跟我是吴宝春的师父是一样的嘛？你就拿吴宝春的功夫来做鸡啊。豆哥先啊。好，我先，我先。切很入时，好像外面要切一下。哇，哎，鸡汁一直喷哎。那个皮放一下啦，你那块皮，你有皮啊啦。哎，这个调咖调的不错。好像是这样，好像是这样。你要站起来，头要可以站起来。对对对，要可以站起来。你将来有站起来啦。可以。哎，有哎。完成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来哦，阿辉吃，背负着一个是阿基斯，啊，你背负吴宝春了，啊，听起来就输了，在切菜。去刺啊？你找不找得到？找不到啊？找不到关节？有在帮棍吧？没啦，反正没有比时间不是吗？你连鸡胸都切下来了。然后这里。你对你的队友嫌弃？哎，安娜呢？哦，安娜。哦，切碎了。然后这边要一刀，哎，然后这边也要一刀。你真的想救他？你可以救他。你真的想救他？啊，这里的那一刀在这，那一刀在这。你知道？然后掰开。你们即将往追他去了。然后这边，哎，我那边好像切错了。还是你说我切？换一下，然后什么真的那么大？救一下，救一下。这种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这边刚才录错刀了，因为他的屁股在这，刚才录错。怎么了？我想要把他救回来啊。哎，你不要把一只鸡切成烤鸭，你在骗是不是？我想把他救回来。哇，是什么？救回来，因为这是安尼啦，你这是。我可以救，反正看起来一样就好了。你洗的哦，拉不上去。我每一次看你在切东西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如果每次比赛完我又输的时候，我真的超纳闷。不会啦，没有输过。我超纳闷，输啊！前两次我都输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也是，我脑子一直回荡着这个声音呢。哇，收买。你切起来蛮简单的啊。对啊。我切起来怎么都碎掉了？那你啊？鸡肉饭。你自己会给爸爸吧？来切鸡胸。一刀，啊，一刀，还会教人呢，哈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用压的，头上一打，头上一打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切两刀就好了。对。我怕你切两刀，对，因为变小块了，因为变小块。我们三块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呢基本上什么都救不回来。可以啦。张猜了。为什么那个这么心虚啊？
要上菜是怎么样？哎，我做完鸡香哎。对啊，不是我做鸡的时候没有流汗，我看你做鸡的时候我一直冒汗。冒了汗，完成。哎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你看一下人家师傅切的，哦，非常的工整，而且它的皮完全没有被破坏掉哎。没关系，您看碎了，我坦白讲啊。那我们的这个呢？相较之下，它这个做这是做的比较漂亮一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？对。完完了完了。很明显，然后我们现在优胜就是我们豆哥。哦，看看。那我们就来去吃布子。豆哥，谁浇醋？追他追他。那我们去洗碗吧。那就走了，走，出发出发出发。师傅，我们水饺主要做什么？要学菜，哪一道菜？橙汁排骨。哎，感觉好像蛮……这个感觉是很难的吧？很难吗？来，先开火。先开火。开火。哦！很可怕呢。好大声！下油。下油。加盐面。哦！这个不能炸太久吧？会老掉吗？不会，可是我们要稍微。让它酥一下，是不是？给你拌一下。我要看到大概怎么样的程度，就是它好的。那实际上差不多，它有点鼓起来的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常常犯一个错误，起锅的时候没有开大火，开大火它的温度会瞬间提高，反而可以把你的食物的油逼出来。它是这样爆的。注意哦。油感觉力的比较大。这个可以让这个油炸物不会吸太多油分的大绝招。而且会更酥脆。然后再来就是调酱汁，来拌五个酱汁，这个调好的新鲜的土豆酱汁，新鲜的柳橙汁。对，你把它倒直接倒吗？直接倒。现在要煮寿司了，酱汁。然后再来一点的拌炒。好，炒炒下去。麻薯人生第一次。它要稍微一点点勾芡。要勾芡。然后继续拌炒。一点点就好，拌炒。拌炒。又要再加入新鲜的流程，可以起锅了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来拿。注意哦，最后淋上白芝麻，橙汁排骨，上菜喽！师傅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蟹黄豆腐煲，蟹黄豆腐，哎，怎么做？它上面刚刚不是有火的哦，这才叫开哦，这才叫开哦，是那个豆腐吗？小心一点哦。有这样的助手，谁都会想做菜哈。而且好好吃哦。然后呢，豆腐下回去。那烧多久啊？隔离开的时候，跟那个丝瓜熟的时候就可以。哦。下喽。没有很复杂哎。然后再就空。好了，这样可以关火了哈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来，哇，不要浪费。哦，可以，不错了，虾仁蟹黄豆腐煲。来，哇塞，阿姨说好菜，一来就可以吃，开动了，不行，真的吗？我们来玩个游戏。我玩游戏啊！哎，你这么调皮啊！哎，没有来就吃的哈。唐伯虎要怎么样？唐伯虎点秋香嘛。但是我们这边要来点菜香。我先介绍两道味道，介绍给你们听啊，你们再去闻出那是什么菜。
好，看能不能猜得出来。我们要蒙眼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这个是要玩什么老爷抓丫鬟。对啊，我刚觉得好开心，好久没有玩了，我还可以跟他。哎呀，你在哪里？哎呀，我抓到你！哎呀，没有抓到你，快回来了！喂，你先了。OK 啊，来吧，戴好。哇，你这样好像拓汤哦。啊，我有吗？有啊。可以吗？哇，你眼睛好大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来啊、哦，第一道有浓郁的芋头香味，而且里面还加上那个芋香。哎呦，嘿，这是一个很好猜的一道菜。哦，我闻，我自己闻了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挑给你闻。等一下，急什么？不要急，在哪里？还没啦。闻到了吗？有味道吗？你不要帮我嘴巴，你要帮我鼻子。在哪里啦？等一下，你根本没有让我闻呢、啊。我在闻，我在闻，我等下换你。好像就这一道了、啊，是吗？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一个很香的，淡淡的，淡淡。对，有一个芋味。这个像汤的味道，好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在处理。好了，哥，时间到。哦，不能闻太久。第二道，这个也很像芋头味道、啊，这个也是芋头味道、啊，这也是芋头哎、欸，这是芋头的。等等啊，刚老板说的是什么？有浓浓的芋头跟什么？芋香。一二三。哦，选第二道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两次选第二道，你们两个都选第二道。哎，讲一下为什么？运气真好。讲一下为什么？因为第一道呢，它闻起来呢，你有了第二道以后啊，它的芋头味就不见了。因为第一道闻起来比较像是鱼翅粥类。好，哎，怎么样？我没有猜对。刚才因为想滚羊，是他没有错，但是我用了这个芋头在骗你。那你这厉害啊，你输狗在。我输狗。眼睛戴好，眼睛戴好。第一道菜，哎，你要介绍什么东西给他？下一道菜哈，这道菜有很浓郁的蒜头鲜虾。哦，有蒜头就知道了啦。好，你要偷加料，我听到了。没有啦。好，谁先？那我先。好，你先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，一二三。好了，好，不要乱碰啦。一口一直碰菜。第二个。啊！吸。有没有闻到？有没有闻到？那我会想选比较厉害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耶，你们超强的，那个蒜味你们居然能闻得到这样子，太淋漓尽致了吧？那哪是蒜味啊？根本就不是蒜味，你死了哟！来来，上惩罚，只能吃蔬菜，吃这个。哦，哇，吃这么好哦。好吧，他们什么都可以吃，我们只能吃这个。没错，听说这是你们做的哈，这也是橙汁嘛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东西要好吃呢，就来自于它的酱汁，是灵魂，酱汁是很厉害的，酱汁是灵魂。这种橙汁咬下去是脆脆，有点弹性的那种肉质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又想，我这次没有含油了吧？嗯，因为你好吃哎，哎呦，哎，刚你们做的对不对？对，那你们我们做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做开放给我们吃了吧？可以，这已经可以了。好啊。蟹黄、鲜虾、豆腐堡。丝瓜。我们刚在做的时候啊，迅速端出的时候，我还很懊恼，说哇，忘了先试一口。好鲜哦！我看它那个蟹黄已经很鲜，它要加那个蛤蜊的那个新鲜的汤汁，然后跟那个整个蟹黄融在一起。应该是说它的蟹黄酱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可是师傅自己亲身调配的。因为这一讲完，然后老板就这样。好马得是伯乐、啊，我们今天是互相的伯乐。接下来啊，你们就看，看怎么办？看我们吃啊，你就看我们吃。然后哎、欸，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，请问下一关是什么？来，请看。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哦，谁看得懂啊？用语言能力比较好吧？这是哪一个？这什么字？什么？你知道？阿公阿妈在讲。什么？还是其实我拿反了？跟我吃饱以后再讲。不然你哪吃我哪想的啦。好，你想你想。埃及吗？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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